这支影片是介绍在曾家岩地铁站旁边的周公馆。里面一样，不能直播，不能摄影。那我等一下会问说，可不可以拍照，跟刚刚那里一样。这一位工作人员非常非常的亲切，帮我们解释里面要注意的事项。后来经过协商，同意我们可以在里面拍照，不可以摄影，也不可以用直播。所以说，以下影片阿周就是以照片的方式呈现给大家看。
好的，影片就介绍到这里，所有的照片是我在现场所拍摄的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同时关注我。我们下次影片见。